decisions every day. For example, before you go outside, you kind of have an if statement that says, if it's raining, then I need to get my jacket. And computers are amazing once you decide those kinds of statements that they can reliably execute those things at unbelievable speed. And so a computer program really is a little bit of math and some if statements where the decision gets made. So in this puzzle, the if block helps the zombie make a decision. Right. It checks something. For example, let's use the block that says, if there's a path to the left, and put a turn left command inside it. So we're telling the zombie to check its surroundings, see if there's that path on the left, and if so, make that turn. And then we use the move forward block inside this repeat to get it to keep moving forward as long as it just wants to go straight. Then when there's the turn, the if block will tell it to make this turn to the left. And you can see if we do that, if we're taking the turn to the left and otherwise moving forward, we'll achieve our goal. So it's an example of using an if statement, which is really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I learned was how to write a program to play tic-tac-toe. And, you know, so I had if statements to say, okay, if the other person's about to win, go ahead and block that spot. So have fun learning how to use if statements. It's a key concept. 讲哈，因为我们上次就已经有做 BNI， 那就是说你计算出来之后呢，就是把那个 BNI 值把它那个算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当然就是有几件事情要做嘛，哈。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什么呢？你要做 BNI 的判断。 那原则上你这边同学可以看好，我们这边有几种情况，四种情况的话，如果你用 if else 应该要几次判断？三次就可以，三次啊，对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三次，好，所以。 这里我们资讯，所以 BNI 它小于 18.5 是波清，所以这边你稍微注意一下它的逻辑，如果说我 BNI 算出来，它是 18小于 18.5， 所以它就会输出过清，OK， 它的自算是过清，然后呢，另外的情况。 另外情况，它就会怎么样？大于等于 18.5 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判断它是不是小于 24。好，如果它小于 24呢，它就是正常。好，这是第二个判断哦。第三个判断，你看它是不是怎么样？因为你第二个判。 第二判断它没有成立嘛，所以它就会跑，然后你再去判断它是不是小于27，啊，那如果是小于27的话，它一定是24小于等于 BNI， 然后小于27，然后最后一个 27， 它就肥胖，哦，四种情况，所以这里面同学们把它记好哈，有几个数字你要记得。 这些临界的数字 18.5 24 27 哦，有时候我们在开始写程式之前呢，你当然先稍微先规划一下，所以 18.5 24 27 好，那我们现在到一个可以透过 Blockly 技术编译。 C# 程式的一个站，这基本上它这个是在 GitHub 上面的。好，那原则上我们当然就先设立我们的变数，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点到 variable 的地方。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第一件事情先把它改名
所以第一件事是身高，用 H 来表示。那我们这里简单起见，我们先给一个初值，比方他身高是177。另外我们整个 copy 一遍，好，弄在下面。这里我们新增一个变数，我们就叫它W。好，那相同它的初值，我们也做一个改变，比方说是80。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新增一个变数，这边 new variable，我们把它改成 b 等 i。好，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要套用我们的公式，所以里面的这个就把它去掉。所以这里面呢，我们需要一些计算。好，最外层的话是除，那我们先处理分母的部分。分母的部分的话是身高的平方，所以这边是乘。那变数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用 h，再一个 h。好，分子的部分呢是体重乘以1万。乘，1万的话是常数，所以到数学地方，所以我们这个为了将来形态转换不会有问题，我们就打10000点零。那在这边的话呢，当然是我们的 W。好，然后再把这个塞进去。好，那算出来值，我们当然做一个简易的一个输出，输出的部分应该是在这里，在文字的部分，所以我们要输出的是点来。好，所以一样变数的部分，拿点来。好，所以我们这里大概可以点到这个 C sharp 的部分，这个大概就是说它所产生的一个程式嘛。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它前面是宣告成dynamic。那我们在真实来讲的话，我们是知道它的形态的一个应该说宣告的形态，那这下面的话，它输出console 点write line 这部分。好，那回到区块的部分。好，我们重点呢是要把这些条件叙述的部分呢，把它弄进来。所以原则上我们是有三个条件。那个逻辑的部分呢，我们这里原则上，else if 最后一个 else，好点，好，那这边我们就先做一个逻辑的判断，它有三个临界值。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判断，它就会有四种情形。好，那三个临界值分别是18.5、24、27，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开始先做一些逻辑判断。好，所以它在这边的话，如果我们的 BNI 它是如果是小于18.5
所以这边就填18.5。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列印过清。所以这边在文字这边的，这就大。酷音可以，过清。然后介于 18.5 跟24之间呢，它是适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流程我们的逻辑判断呢，因为你 if else 的部分它就会跑到大于等于 18.5， 所以在第二个逻辑判断你只要把它改成BNI 小于24就可以了。好，所以这里呢就改成适中。好，另外最后一个临界值是27。那我们的做法 ，OK， 一样，将它 copy， 将24改成27。好。所以在这个范围，如果是小于27大于等于24的话，它是过重。那如果呢是大于等于27的话，它就是肥胖，所以它最后的地方在 else 的部分。那区块大致这样就已经拉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它所产生的 C sharp， 拼块好了之后呢，我们呢切到 C sharp 的部分。这边它就会把它编成 C sharp code。这里面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哈，有关变数的部分呢，全部宣告成为 dynamic 的一个形态。那个当然，我们如果确实知道它是什么形态，我们当然在我们自己的 code 里面呢，我们当然可以再去做一个修改。那它的写这个完全是正确的 console 点 write line binary。那 if else 的部分也都编译出来了。那只不过就是我们中文部分它是用 Unicode 的方式呢去做编码。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开启我们在 Linux 上的一个终端机，把面啊，它朝右边。好，那我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Mono Develop。Mono develop 背景执行。
好，好，那我们是先直接先开启我刚刚预先做好的一个。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哈，基本上就是只是显示一个字串，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网页编辑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呢做一件事情。就整个把它 copy 起来。然后到我们的编辑器。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直接。把它贴上。好，贴上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简易整理。基本上呢，我们先如果都在不更改的状态之下，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大概是怎么样。好，所以我们这里组件。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错误。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做一些必要的一些更改。好，所以这个些我们都改成 double。然后为方便起见呢，我们在同一行宣告就可以了。所以这边就。逗点把它做分隔。逗点做分隔。好，那我们再重新编译一次。然后再按执行。算出来值，至少在中文上字串它有显示啊，值当然不是很正确，我们再进一步修改。所以它这边并没有挂号成功，OK，所以这边是我们在算式上的一些错误。再重新建制执行，所以如果是25点算出来的，如果是25.53多的话，它是过重，所以在逻辑判断部分它是正确的，好。那这一部分呢，我们还可以说更进一步的修改。好，那我们如果要做对基于文字上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基本上它不外乎就是四组的字句啊字串，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可以去设一个字串的一个阵列，方括弧。那这个字串阵列的名称叫做 X，结束部分打上分号，它的成员元素分别是为我们刚刚所打的。像是，我们先把这部分打好，然后再切换好了。好，所以我们
第零个元素当然就是过氢，第一个的话就是时钟，第二个的话是过重，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肥胖。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下面程式部分呢，我们这里的话在修改上我们就会比较便利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改成 x 零，S0 就是过氢乘以 S1， 这里就改成S2， 最后一个元素当然就是 X3。好，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透过一个字串阵列方式向它做一个改写，这个在这个跨平台上，因为编码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省去这类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再重新组件。好，那再执行。好，所以这个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好，那我们当然可以这边再做一些修改，比方说我们将身高改低一点，比方说是160。好，执行。那刚刚的那个没有把它停掉，所以在执行 ，OK， 所以 31.25 是肥胖，好。